会，我们就现在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呢是表演的是我们比赛团第一小提琴的小朋友，他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是探戈舞曲，叫 La Comparsa， 那它的翻译叫做化妆舞会。那个这首乐曲呢，它是在1916年有一位不知名的音乐家，他的根据他的进行曲来改编而成的。可是呢，他现在其实待会你听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首你一定听过。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比赛团第一小提琴的小朋友来为我们带来这首探戈舞曲。